我们下面这个比赛环节是举重。举重啊，举重在这儿。怎么举重？来，转回来，叫做嘿，举重。水到临头接力赛，四个团轮流进行比赛，每团派出6名选手蒙眼向后递水，限时3分钟，根据最终积累的水量进行排名，第一名积4分，第二名积3分，第三名积2分，最后一名积1分。哦，往后传，看最后剩多少号。啊，明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从呱呱乐开始吧，六个人来。来，兄弟们，来，我跟王天放，光哥。那个雷松仁，那个罗胜灯，这样给你个交工赎罪的机会。谢哥，你这把要再叛变的话，我是给你不太好脸了。交工赎罪，哥哥，你怎么叛变过？我刚才、马老师他刚才向您谄媚的时候，我们也记在心里了，有点啊。问题是他谄媚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光顾着射箭了，那能怎么办？没踩上这个。来，光顾着所有人游过去，来，我们走雪路来。走。游呀！水库浪子雷松然，哇，跳！怎么这么兴奋吗？我看杨宇光是真是来参加奥运会的。对呀，我是看到了一个叫。我们叫喜人的自杀式行为哈，对啊，上来以后先进行一个自尽。哦，妈妈潜水过去吧。OK。第一个谁？我来蓄水，哥，行可以吗？我是不是得这样给你？不，你对，六百。对 ，OK， 这个最对，这最对。雷宗仁啊，我们要有一个默契，咱俩得对好了你才开始倒。你说 OK， 你们老说 OK， 你就倒。OK。啊。哎，看不见了这个。灯是蓄水的，大锁第一棒，雨光第二棒，雷子第三棒，护藤第四棒，王天放第五棒。OK， 3、2、1，计时。哎，加油！什么玩意儿啊？没对，再往后点，哥，再往后点。OK， 雷子，到。没错，哎，到，再见，到，雷东仁没了是吗？不是没了，对准了，那还得过去了。哎呀，雷东仁，咱俩得对准了，雷东仁。没有水，真是默契。有水吗？前面没有啊，有啊。你给我到，现在到啊，非常有默契啊。到。到！哎呀，挤到我的后背，把拍挤到前面人的后背。雷子，挤我后背。等会儿再到雷子。雷松仁，挤我后背。雷松仁太土吧！到，刚刚到。库腾，你在吗？哎，兄弟，我没有啊，这边。雷松然到现在一口没喝着。OK， 好，非常好，王天放，考验默契，默契的来了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到 ，OK， 很有默契，哥们，到了，来，兄弟，来，好，这个非常好，非常，来，王天放，哎，来，王，你在哪儿？来 ，OK， 到 ，OK， 进水。OK， 他还给我比个这个，雷子到，来到，哎，好，到，裤裆给你到了，来兄弟来，我在这，兄弟，哎，好兄弟，好不行，往前放，等会儿。谢谢你，马老师。OK， 我们找回感觉了，兄弟们。到，找回感觉了，兄弟们。OK， 非常好，兄弟们。非，你干啥呢？不是，我没找着你跑了。哎呀！雷子，哎，别说这个效率非常高哎。走，哎，来了。走，好，哎，这一波大，兄弟们，等会儿。
加速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哎、二、哎，在哪呢？一，时间到！我找不着你。哎，这佟丽还不错哎。怎么说呢？还不错。就是就是一波的量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现在？还哪个环节？我作为团长，我觉得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你们是每一个环节都在出问题。我这边是很准的，墨迹的球到了 ，OK。不是，我跟雷子也很准的，我也接到了很多。到，我也是。OK。哎呀，对吧，田妹？是的，完全没问题。你那方，你回看节目，哥们儿，我不给你剧透了。这是一千啊。1400 OK 回去吧，兄弟们，走来吧，水上吊灯，很准。直上，六人起立，来吧，好吧，美女，您上来 ，baby， 救救我！哎！OK 哎呦我就位来上来吧，我二吧，我坐四吧，没人依我去了，哎 ，OK， 准备好啊，眼镜，准备好，各就各位，来，花哥，预备，开始，计时了啊、哦，来开始，花哥，走，快给我，顶我。不错，就是把盆顶到那儿再往后倒。对 ，OK， 还早着呢，没倒呢，不着急。哎，苏木子，桶的位置。哦，还可以，还不错啊。慢点儿，稳当的，不错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，硕哥？等会儿，好了。来，哎，你别说，他们挺默契啊，挺默契啊，这个节奏目前还不错。哦，他们连这个都是排练过的吗？啥都不能得第一。哎，越来越少了，多来点。现在你们最不好的应该是最后一棒。我多等一会儿，好，这好，甩吧，朋友们。到可以到了，刘洋，到。哇！太准了，漂亮！哎，那校准一点也行啊，给人攒他。哦，时间已经过去1分30秒了啊。嗯。哎，有人玩赖！哎，我高超从来不玩赖，高超怎么总玩赖呢？高超玩赖！高月，第二个是谁啊？高月，哎，高月，哎，高超，管你弟弟，什么玩意儿？
妈高加刺激。你这样让你注意点啊。好好好，我高超从来不是那样人。哎呀，最后三十秒，加速加速，快一点快一点，快点快点，加快速度吧。哎呀哎呀，我这哎我这碗跟大哥了，还在我身上去呢。给刘洋洗脸呢，没接，没接住，我去，别晃，别晃，我操，漂亮，大美一下没了，到了，快快快，这时候可以快了，三，二，一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我。3100，3100，可以，3100，干5000行了。哎呦，哇，啊，他这样了，啊，那要这么玩的话，那我要开始竞赛了，那就来吧，下来打，让你得第一，让你得第一。哎，但是我们可以有别的办法呀，就比如说在其他组的蓝色在比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比的时候，往他桶里边呲水，可以，可以，这样不管他再好，他也就是个底到第二。行，来，九条命，出击，加油啊！出击，兄弟们，干8000分。你要舀水吗？我舀。啊，你舀水。我舀。贾玄第一棒，第二棒郝一涛，王广第三棒，郭云杰第四棒，来刘琦第五棒。等一下，先试一下啊。OK， 来顶下来了。有招数的。倒盆的时候啊，举过头顶，这样顺着后背倒一下。顺着后背倒，咱就是靠背加来了，就是信号啊。对，你看他卡上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OK OK OK OK， 我们各就各位，预备，3分钟计时。开始，哇！九条命，看看能不能突破3100。哎，毫升来了，来了！王广好样的，来了啊！哎呀，九条命很稳啊，特别棒，太准了！哎，我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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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！哎呀，我骑歪了，杨子杰一点没倒进去。非常好，好，王广可多啊，来了，哦，来了，九条命有点要逆袭的趋势啊，哦，九条命太稳了，我应该说他们每一棒都很好，哦，对，对，这好，刚才这一盆一滴都没进，往左点。刘琦，刘琦怎么那么歪呢？刘琦真是天之骄子的刘琦，哎，刘琦倒水有天赋呀！刘琦，加油，刘琦！漂亮！刘琦大概是一个胳膊长，一个胳膊短。哇，刘琦太厉害了啊！先倒进去了。我觉得这桶快满了。哎，这个有一半是这些水枪里。完全不靠刘琦，完全靠别人。我们要给撕满。助力，助力！帮帮团，我的天！好哥们，都是好哥们。谢谢。瞧瞧这人缘，一会儿桶满了，一会儿。九条命半盆，你咋比半盆？还有最后十秒，九，阿哥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啊！
安全的吗？这个事儿有点大。刚才应该不是王广播的吧？是王广、哎，王广播的。哎，不是，我没有啊。谢谢各位好人，谢谢各位好人，谢谢各位勇士。刘琦，你太厉害了！咋的了？你没有失误，全进去了。Respect。1000，2000，3000，4000，行，差不多了。5000，太厉害了。6000，7000，团长怎么说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真还魂，还魂炸裂。够了，别再倒了。老脸烫不烫？脸烫不烫？脸别再喊我名了，王红。轮子，哎呀！九千五，太牛啊 ！OK。啊！9500，刘琦大概到了500。还魂炸裂！来来来，最后一组，最后一组。加油！咱们碰到你再闹，好不好？咱们碰到你再闹。OK， 谁第一把？郑帅，吕岩是最后负责瞄准的那个人啊。准备好，3、2。好的啊、哦，好好好。哎呦！给我往上，往上，往上点。这个节奏现在掌握的不错。哎，怎么都在撕脸？撕他救命！撕他救命！这怎么不一样啊？撕脸，把他盆儿撕了。正常吗？撕他救命！撕他救命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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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哎呀，林飞在一个人保护自己的团队，林飞大厉害，比林飞太辛苦了。我觉得场下比这儿热闹多了。Cool， 李岩心如止水，喜剧魔皇在修行。喜剧魔皇心如止水，别打了！现在大家已经进入到别欺负他了那个。还有5秒，加油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别欺负吕岩了，不要再欺负吕岩了。吕岩喜欢凹一些那种人设。不是，你给吕岩放油锅里炸他，你要说我吕岩真不疼，他就能挺着不疼。七千二。我对这个数字很敏感啊。七千二。下面进入下一个运动项目了啊。好 ，OK。